桥头，桥头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北京路大。铁观音燕麦奶，喝喝看。大。要不吗？这少，35块哦，便宜。要去高雄大社的菜市场去买菜，不大社啦，桥头。哦，桥头。菜市场的特色就是在马路旁边。台湾的菜市场的特色就是很多机车，机车跟人要走在一起。对啊，你看。两颗好不好？好啊，两颗。好，拜拜。第二只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我们很快一摊都买完了，买了一袋。以前脸便宜一点点。这也很多啊，见怪不怪。小杯。有点胖，胖好可怜、啊。有点小杯，被子太大了。要吧，再少买115块哦，不便宜耶。惨哦。嗯，只能买小杯了，大杯要220块，买不起。还是自己买燕麦奶好像好。对啊，自己泡好像比较。不过想试试看铁观音，人家泡的铁观音燕麦奶，对，会不会特别好喝？回去喝喝看。比较好。现在太烫了，没办法。Booked a ticket, cause I miss it. Got me wishing that we were on a vacation. We don't have a Yoli台. Tai哥要来了。爷爷要开动了，好了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